我是刚刚列车长的2811年了，8月13号，彰化二水火车站9:48出发的是，不知道什么列车，然后就会进站。就小朋友，他们列车上，他都喜欢。对，那时候有空就带他们到对面那边，新疆那边，那火车那边的，就是旁边公园嘛。啊，等到这个听到灯光，那就赶快走马路，刚刚好。对，因为有可以小朋友可以玩。哦，那边有可以玩。对。啊，那火车也应该也只能差不多上。嗯。有拍照。那你们住在附近？哦，我们在南头。哦，那还好。对，啥人这是干嘛？对呀、啊。哦，莒光号来了，进站。5104进站了。我们就先这样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